从前的你去哪了？我们的爱还剩下什么？每个幸福都虚空，伤痕累累却无法难过。从前的你去哪了？谁说不会好好爱我？我的转动的闸口，在回忆里感受快乐。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啊，我们刚刚前一条影片在台服当了欧洲人，今天最强战斗员格罗迪84 SSR Plus 属于一个超能的角色，然后我们这个账号就准备了190抽，今天呢不管怎么样最坏的打算就是保底。好了，开始工作，把格罗迪84给他弄出来，用最快的速度给他铲出来。我们新年呢肯定是欧洲人，这个欧洲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欧洲，还不是普通欧洲。OK， 第二次解析中 60%100% 解析完成，这个是第二十抽是吧，我们总共是190张弹簧胡子。哎呦，好像有东西要来咯，应该是 SSR 格罗迪84，看看是不是。哎，没有啊，竟然是个地理怪人啊，我们没有地理怪人是不是啊，开启了关联。好了，继续第四十抽，今天我们运气非常好，要保底的概率可以说是非常低，也希望分享这个喜悦给大家，每个人都能够玩游戏有一个好的运气，不要把这个券都花的那么多那么多。 OK， 我要换线了，我再不换线我就是笨蛋了，我到一线准备欢迎今天的主角最强战斗员之觉醒时，赶快给他秒杀出来好不好。我们进化石也不够了，基本上就是要到保底的了。好了，这次先拿一颗进化石，新年这一颗就先拿进化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进化石。什么还没有东西啊，哇，深海使者。 OK， 我们继续第七十抽，格罗迪八十好像也不好抽哦，都要到七十八十哦，不是吧大哥，好像我靠又是八十啊，前面还是要先走衰运，衰运好了才这个化险为夷，不过这一次还是进化石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八十抽，九十抽，前面不用担心，等一下说不定很快就蹦出一个了。但是问题，我这个账号没有格罗迪八十啊，在干什么啊？快点啊！你又收碎片是不是？赶快，好不好？我们不是要新版的格罗迪八十碎片，来，格罗迪八十啊！好像延迟了一点，音效没有对到声音，加油格罗迪八十。我的天，来了入侵者，这个就是格罗迪八十了。当然如果你没有抽出来还可以到强者就也可以抽出来，格罗迪八十嘴巴非常的大，所以他称为是大嘴。37 80，目前进入第130抽，如果没有错应该是130。我闻到觉醒时的味道了，我真的是闻到了，在三线，我闻到觉醒时，
彼此没有问题，准备欢迎觉醒时，我真的是闻到了什么，鼻子有问题，那很正常。反正啊，有的时候懒意了都有后遗症，是不是？话都我们再说。OK， 多少了？120吗？130啊。好，我们进行二次绝杀，100把它弄出来。不管怎么样，再多拿一颗，只要不要保底，就是好成绩。这一次直接出来，还是没公告。两个十字剑，三个十字剑，哪那么多十字剑？还有喷射好小子，一堆都是红色的，果然是新年，喜气洋洋，就是要红色。哦，有公告，这应该是我的了。Oh my god， 有没有看到？完全不可能保底啊！新年就是这么欧洲。还有一个武士砖头，买一送一。武士砖头，原子武士的地址。OK， 这是多少？170吗？是不是170？才150啊，150而已啊。那我们进化石好像还不够吧？差一颗嘛，对不对？那先点亮一，哎，既然是够的、啊、不好意思，刚刚讲话有点尖尖的。好了，觉醒一颗、两颗、三颗，葛罗里巴斯准备欢迎觉醒，葛罗里巴斯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我们终于启动了最强战斗员，觉醒葛罗里巴斯定位特化反伤超级粘着剂。OK， 有了格罗尼巴斯之后，我们马上把昨天收集的东西给他按按按按按，马上登场，就直接到了三颗星。今天这个我们赶时间哈，片长不要太长了，这个弄一弄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到得了四颗星吗？把角色地层拧一拧，三颗星，五个碎片，潜能激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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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哦哦哦，他开始在讲话了，哎呀呀呀呀！OK， 完了之后界限突破，突破一些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绿色就好了，不要太强，那就打架了。看一下格罗里巴斯的效果怎么样。OK， 19-20，天赋这个呢，我们给它扫一下，打开来，打开来就是去打架了。剩下不要弄了哦，不对，还有装备，还有装备，这个先扫荡，先采买37，应该差不多。上面还有一个吗？43，哇哦，已经超过了67了，开启了。然后这里先点一点点，点个几下，马上去作战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装备，我们看有什么东西。有，格罗迪巴斯要攻击，攻击有啊，攻击生命 percent 很可惜。这个是怎么会有全斗魔人啊，全套啊，还有00法师碎片啊，还有一个加特林机关枪，可以啊。就是装备要再好一点了、啊，攻击 percent、也是攻击 OK 了，攻击 percent， 攻击速度，生命 percent 跑歪了，还有最后一件生命，哎，可惜，先这样开丢。然后我们刚刚格罗迪巴斯有一点东西了，给他穿起来。这件没有，这个攻击弄上来，还有这个剩下的，我们到时候再一个一个把它凑回来，好不好？生命没有关系，先加点生命。OK， 搞定，今天进度就到这里。还有一个怪人攻击卡，刷个两条。第一条，攻击力防御加成很可惜，还有这个格罗里巴斯要来了，马上要来了，89，这个我们稍微吃一吃，不然贫血怎么打架，是不是？你至少稍微给他吃一下。然后金石也没有，现在的账号没有金石，商店要拉啊，这商店的给他拉一拉，还有什么身心卡什么的都买一买，还有超级技能书买回家看一看，阅读一下，多阅读，还有这个新手账号最重要的啊，训练箱什么箱啊，印记箱终极，还有研究笔记，其实要买的都要买了，这新手账号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好不好？然后万能碎片，然后补给券 ，OK， 准备。搞定的，就先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直接出发，先找昨天我们直播没有打赢的关卡，首领挑战之天空王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没有摆上来啦，你不要欺负我啊！我现在要把格罗里巴斯调度上来，最强战斗员到底有多强？有跟巨石强森一样强吗？
最强战斗员，并且僵尸侠的核心，还少了一个格斗角色，格斗还有谁呢？黑光上来了 ，OK， 索尼克啊，索尼克先下去啊，直接放在前面就好了。一速格罗尼巴斯，本场战斗开始，我们要打败这只天空王才可以拿更多的超能徽章。来了，哇，格罗尼巴斯怎么那么帅啊？他还有一个像护盾一样哦，哦哦哦，全屏攻击，酸石也上了，看一下哦，够酸，真的是够酸，秒杀。直接秒杀啊，够酸啊，厉害，格罗尼巴斯真强，非常厉害的角色。OK， 一拳通关，这个等一下再用，我再慢慢的给他还原扫荡，马上前进最重要的青铜族关卡。今天这个是武器没有长毛阿宅科尔了，马上到协会晋级，协会晋级才对。OK， 那我们把格罗尼巴斯该摆的僵尸盒该摆的都上来，背心尊者，天空王，好不好？能上的都上了，本场战斗直接开始，剩下的就是浓缩片段了。准备欢迎今天超级酸石主角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开始。逮到一个46万的，我们24万，本场战斗再次开始。24万，战力比我们高一倍，格罗尼巴斯能不能够一击必杀的这个酸石到底有多酸呢？好，解拳，格罗尼巴斯50万，结果有一个没有上到酸石，不过哇，这一瞬间直接爆完了。全部酸死了，不是没有上刀啊！本场战斗获胜，我是狂人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2023年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也祝学生小朋友们学业进步，祝上班族财源滚滚，我们晚点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